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将信将疑的频道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来一起打高尔夫，是一家美国的半室内高尔夫球，叫 Top Golf。作为一个这辈子没有打过高尔夫的人，我希望我今天的名字是不要在倒数前三之内。你先量一下，随便打，大力出奇迹来吧！抓紧了，哥，我害怕。吓死我了！慢慢的。还有你单色。交，我发现这个真的好好难啊！我一直以前感觉打高尔夫球是一件很老年的活动，后来发现真的好难呐。你这个球好有水平啊，朋友！你怎么做的？一开始我以为我打不中，是因为我的杆没有选对。后来发现这个杆是我打的最远的，然后这个杆是我打的最近的，因为这上面有 label， 25 yard 一直到215 yard， 就人菜不能怪装备。这个，好强啊！他要打死你！他不能逆光，他这样就不逆光了。我小时候一直感觉打高尔夫的都是属于哇，你这长得打高尔夫的都是40-50岁成功人士专属，但对我来说不太可能。但这个有一个最屌的就是它的这个会跟着你的轨迹走 track 住，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，感觉好像是球里面装芯片又成本太高了，是摄像机 capture 的，感觉有点像，应该是摄像机 capture 的。特斯拉工程师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球里面应该有个 sensor， 然后它会有旁边就每一个它都有个 ID， 然后来 track。哦，但我感觉，也是要是它晚上的话，这个摄像机应该就 capture 到了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进了！哇，来一个好球！直接进了，是不是？哇！我发现没有别的，大力出奇迹，技巧太了。Thank you.
差一点，差一点打过去了。哎哎哎，直播直播直播。没有没有，这上面这上面。哦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 Topgolf， 这是上一次打球之后十天以后，看一看今天有没有一些进步。今天风比较大，而且我们到了三楼，应该感觉会好一些。这个游戏就是相当于消消乐，你的球打过去以后，如果碰到了哪一个，就可以跟其他的改变它的颜色，然后跟其他的消除，感觉很适合我们这些新人吧。好，我感觉 Topgolf 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游戏，不再是以前传统的高尔夫。如果你只是一个从来没打过的新手的话，跟我一样，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画五号、六号，每个杆的距离都不一样。然后，请你。还有，打到那个洞里面。放下，我打一下洞。好。那为什么这个杆越小，是因为它的？数字越小越远，主要是它的角度。哦，除了角度，还有它的重量也是不一样，它的动能也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怎么握呢？嗯，就是两个手这样交叉一下。哦，交叉一下，是这样交叉一下。这样握住。居然达到了第二名的第二名的两倍，哇！我感觉 Topgolf 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至少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可以喝酒、吃东西。不管你是一个很专业的选手呢，还是第一次像我一样的新手，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